muối chấ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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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uối之前网友苏在学校跟朋友讨论粥的台语怎么念，没想到引来两派人马争论，分别是摩以及摩。眼见争论没结果，一位同学直接当和事佬，竟大声喊说粥啦，让他们笑翻。我挺最后一个喊粥的人，明明就是念梅，我都叫他稀饭。台中海鲜小编路过，我都念摩哦，快来分享你是哪一派吧。哎呀，我会晓讲台语啦，我会晓讲一点点啦。哎呀，会当沟通。你看下这是你伫外口的时阵吼，足硬的吼，足外的。啊耶，你的面会流水，对不？啊，这就会当抗水，吼，会当抗水。伊嘛会当润湿，润湿啊，你知无？啊，这是阮迄个足有名的雾面的迄个，这是雾面的迄个。伊叫做 foundation。然后客人通常会说，其实你讲国语也可以，粉底台语我都说关背。遇到长辈客真的是超难，比讲英文还要难，但真的有些长辈讲通，那个买的量就很多。早上有传教士来跟你说什么？传教士说你来这边都不用担心，我们有你的语言。那时候还没有会议过来，然后你的语言呢？然后你是把我当外劳是不是？你的语言？你刚刚去买便当，老板来跟你说什么？老板说，你来台湾很久了哈，这个养乐多给你。我说不要。然后阿姨又说，怎么讲话没有口音啊？我说，哎，我台湾人。我妈是台湾人，我爸是圣文森人，我妈是亚洲人。我爸是黑人，所以我是 mix， 我是混血，我混亚洲跟黑人。我跟我妈妈出去买东西，然后就经过一个水果摊，那个卖水果的大婶，我妈好像认识他，可是那个大婶从来都没看过我。那个大婶就说，你们家里有人需要照顾吗？就有生病的人吗之类的。然后我妈想说，奇怪，我们家没有人生病啊，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？她就看着我，然后对我妈说，那为什么你要请帮佣呢？ What?Hello， 你哪只眼睛看我像帮佣？然后我妈就说，不是，这是我女儿。然后那大婶就很尴尬，因为她把人家的女儿当成帮佣，所以呢，她就开始有点弥补，先道歉说，哦，不好意思，没有认出来。然后就说，你女儿眼睛很漂亮哎，妹妹眼睛很大很漂亮。她后面加了一句，真的是让我很生气的一句话，她说。你们是不是比较不爱打扮啊？是不是比较没有那么爱漂亮，是皮肤欧妈妈晒得黑黑的？到底在讲什么？你在打他哎、欸！在讲什么屁话？